刚出炉的高丽菜卷，翠绿中透着饱满肉汁，就像出水芙蓉似的诱惑。老板不急着上架，帮他在腰间系上一条绿色韭菜，卖相更加出色。这个很繁杂的工哎，对啊，因为高丽菜还要烫过，软化才能够去包高丽菜卷。蒸完之后，我们还要再绑韭菜，嘿，帮高丽菜卷给定型。光是高丽菜卷就这么搞刚，高丽菜先烫过，再包上馅料，每一卷都是纯手工卷出来的古早味。就连三色蛋的火候也急不得，用料丰富，加了皮蛋、咸蛋，一层一层的铺满，最后再淋上蛋黄。就是这么丁金的工作态度，传承三代的古早味，在高雄古山的传统市场打响知名度。就连从美国返乡的女人，也在这个小小摊位找到台湾好滋味。嗯，好多虾，全部都是虾，给你看，非常好吃。台湾太多好吃的东西，因为我们都是手工现做的，所以做工都比较繁复一点。然后我们基本底都是以鲫鱼浆为主。老板每天三四点就起床，把阿嬷留下来的好手艺发扬光大。啊，我家就做鱼丸的世家啊。我兄哥做鱼丸的啊，家己就是这样一代传一代，老顾客才有口福，吃到这一家经营70年的传统好滋味。民视新闻谢耀德高雄市报道。